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。今天我要来玩排球少年的手游《排球少年 Fly High》喽。那这个游戏目前是抢先体验的状态，但它在日本已经掀起了一股风潮，非常多人有下载来玩。尤其是你在看完垃圾场决战之后，肯定是会想要下载来看一下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看看这游戏玩起来如何 ，OK 吧？那我们刚才看起来是比较像一个卡牌收集游戏，我自己只能这样讲，但我们还是要实际看看，因为我有先看介绍，但详细的状况还是要玩过才知道，剩下就等打完之后再跟大家讲咯，大家就边看边玩吧。那有兴趣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在 Google Play 去找。 OK， 我们学子学姐在呼唤我们。合宿遠征では、あ、じゃあ集訓遠征。カラスノ高校の菅原は、今コートでは。OK， 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打这个游戏，因为他一开始打的时候是有一场试打法，但我觉得那一场打起来有点不容易。OK， 先截个图，这张图很帅，我喜欢。那由我们金元来发球。哦，他会跟你提示就对了。然后发球。哎呀，我们一开始先打对方一波。应该不会打满25分吧？哦，3分而已。哦，按错了。所以现在要按拦网球员。那我们当然是交给我们熊勇，交给我们日向翔阳来扣球。哎呦，帅到不行。但看起来他扣法跟着他玩法是蛮简单的。Perfect， 直接一波发球得分吗？没有。现在交给我们的，再次交给我们翔阳来做一个攻击。Game over， 玩法是蛮简单，当然 number one 肯定是我们的坚远嘛，毕竟人家是先輩啊，前辈就是不一样。OK， 那这游戏我可能他玩起来应该是要抽卡啦，我觉得。哎呦，超斜斜线，这个名字。来，我们等他一下。大地是。菅原がいなくなったので、相手の守備の。那看起来应该发左侧好了。通常左侧是二传手位置。哎呦！但是给我们田中做一个拦网。然后接下来让大家看一下田中的绝技，从这个位置打出斜线吗？怎么可能？真假、啊？太开网了吧！这个位置打斜线，这个设计有些不对位，感觉就不对了。那这次一样发左侧。哎呦，这队长那么强吗？我们交给蓝中去做拦网 ，One Touch。ひなたの必殺技にはクールダウンが必要なため、ひなた少佑。交给我们翔阳中路处理。哇，哎，有打到网哦，我以为这个会直接被拦下来，太明显了啦，这个二中路高球。
要么让我们发右侧吧。刚才左侧都被完美接住了。または指揮がチーム指揮覚醒を始最后一集交给我们王牌来处理。Nice receive！ 这位置我觉得他会给中间。啊，猜错了。再来，翔阳交给你了，中路高球处理，网上都在猜对面，只不过好像拦网没有拦稳，应该也不会怎样吧。好吧，我们看看可以招募到什么角色。隐山感觉就没那么好招募，应该是需要一点运气啊。ガチャをタップします。一回ガチャを行って入部届け。感觉一开始招募应该是 B 级。哎呦，溪谷吗？高い高い壁。その向こう。一开始就是我们翔阳吗？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这一支吧。今の試合で出場する。感觉每个人应该都是拿到这支。まずは三。看起来。是如此，没错。これからいろいろ実力。好，那我们打完这场就先休息，因为刚上班完，现在有点累。成長したばかりのひな。我们现在让日向翔阳上场。チームワークが大切な場所。哦，所以有羁绊。学校の絆、学校の絆は同じ年数のカラスの高校。また絆。一気に攻めて。一鼓作气拿下比赛吧。我蛮喜欢夜九的，夜九很帅，但溪谷更帅。溪谷接牛岛的扣球真的是帅到不行。杀开！杀人发球要来。山田のサーブスキルのキレキレの。哇！哦，死给，好强哦！再来一球，刚才是我没发好 ，perfect， 完美。哎呦，被接住了，这一球哦，给左后方了吗？One touch。哎，我以为被拦下来。最后球肯定也是给我们的隐山。哎，发到背的了，小便发球。Nice 的球。他，你们看，左边那边有亮光，所以他很明显就是给左边。我们以为这个是要做猜测的，原来不用。打一个快攻，哎呦，被拦下来了！不愧是我们青根。我觉得应该不要露出说还要给哪一支接球的或扣球的，这样比较有乐趣。再来一个快攻，哎呦，被接到了，现在交给后排来直接打一个二次，可恶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我就知道这种时候给我们隐山处理就对了。 Victory， 胜利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些领一领，然后呢，一口气来迎新招募14。
チームの実力。先看一下任务清单有什么。ミッション、ミッションを一つ。スタートミガチャチケット。まずはメンバーを。来来来，相当期待迎新招募的部分。先ほどもらった。スタートガチャの十回ガチャをタップ。必出 SSR， 这个就有些会刷手抽了吧。不怎么样，直接跳过了。哎呦，这个是我们田中吗？帅的帅的，可以可以。結果確定をタップす、引き直しをタップするとガチャを引き直すことができる。重置一下结果好了。我想要岩犬欸，可以重置这种，我觉得好棒哦。どんな時だろうと。哎呦，刚讲完岩泉就入袋了。目の前の一本だけだ。但是我觉得上一轮比较好，再来。上一轮还有另外一个是有小狂犬。相手が大きく力が強いとは限らない。青根就不一样，帅到不行。再来，再重来一次，嘿嘿，哇，第一轮，哎，这一轮好像有多一紫色哦。回语是 SSR， 真假？没天理了。不行，最后一波，因为有月岛，这样的话有两只中间手不行。结论到最后还是选田中好了。我们的王牌虽然说没有东风那么强悍。OK， 就这个确认结果，因为还有这一只 OP 的英居的，就这样。至少前期会比较强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些可以领的领一领，我们就先收工了。真的啊，我觉得这一支是蛮粉丝向的游戏啊，因为它玩起来没有那么复杂，我希望可以再增加一点难度，会比较乐趣一些。但以设计讲还 OK， 就还 OK 的设计，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？那我们之后就继续更新这游戏给大家。我们先领一下基础的奖励。这些该领的肯定是要领一领的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